烩乌鱼蛋，是以乌鱼蛋、鸡汤为主料制作而成的一道菜肴。它的具体做法是，将加工好的乌鱼蛋一片一片地揭开成片，将炒勺内放入清水，把揭开成片的乌鱼蛋放入勺中，在旺火上烧制。烧到八成开时，换水再烧，如此反复进行五六次，以去咸腥味。然后将汤勺放在旺火上，放入鸡汤、乌鱼蛋调味品，待汤烧开，烧开后放入胡椒粉、湿淀粉勾成薄芡，再放入醋，淋入鸡油搅动两下即可下火了。将汤倒入大碗内，上撒些青菜尖，到此这道菜肴就完成了。它汤色浅黄，质地软嫩，鲜而清淡，微带酸辣。